推进中国能源绿色发展和能源国际合作。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八号在雅典会见到访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马凯，马凯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对齐普拉斯总理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马凯表示，中西是传统友好国家，近年来。